系咪要两日时间就带仔翻嚟？瞓过几个男人？讲。男人最怕戴绿帽，近日有影片疯传，一名港男被老婆派绿帽，谂住拍片公审老婆啦，要老婆喺镜头面前答瞓咗几多男人，结果老婆一开口，竟然令到事态反转。你做过啲乜？边个执？你老婆？边个系执？佢对你做过啲乜？你净系讲你带过几多男人？我已经唔记得啦，你几多晚冇翻嚟呢个屋企，我就带足几多条。